哇，太美了！你是带我们上来看星星的吗？不，我是上来放哨的。你们害怕野猫过来？也不是害怕。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躲着野猫呢？这个，他们不是躲着野猫，是躲着那个狗贩子。哦，那为什么狗贩子要抓你们呢？猫狗历来不和，这是常理。野猫借狗贩子的手打击流浪狗，倒也合乎情理。猫狗不和，只是人类的看法罢了。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能不和到哪里去呢？其实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流浪狗和野猫之间都相安无事。流浪狗白天活动觅食，而野猫大多晚上才出来活动，好像两个群体之间有了某种默契，形成了一种和谐的状态。但这种和谐，在花猫成为野猫首领之后，就被彻底打破了。花猫为什么？这个花猫打小就好吃懒做，脾气暴躁，在野猫群里很不受欢迎。后来消失了一段时间，等它再回到野猫群里，就成为了野猫新的首领。这中间肯定有猫腻。猫腻是说有些野猫腻了吗？让黑虎说完，请继续。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时候花猫已经成为了狗贩子的跟班。通过狗贩子胁迫其他的野猫，花猫才当上了野猫首领。在他当上野猫首领以后，开始了对我们流浪狗的全面进攻。原来猫狗之间的和谐就这样彻底被破坏了。没有人，哦，不对，没有其他的猫或者狗去阻止吗？有了狗贩子的强大力量，我们流浪狗斗不过他们，加上野猫群里也有一批好吃懒做的跟班支持花猫，所以我们只能躲着野猫。哎，咱俩不见了，家里人不知道有多着急呀。我想我妈妈了。放心吧，天一亮我就送你们回去。谢谢你，黑虎。舅妈回来了。怎么样，有消息吗？附近的街坊都问遍了，都没看见他俩。笑笑常去玩的地方也都找过了，没有人。老伴儿，别着急。二婶给二叔打电话了吗？手机就在家里，打电话到单位也没有人看见你二叔。笑笑的同学问了吗？都说今天没看见笑笑。哎，爸，你说他爷俩能上哪儿去呢？怎么出门也不打声招呼啊？我看还是报警吧，让警察帮忙找找。对对对，爸，您看呢？舅妈，今天家里有两只狗，后来不见了。哎呦，我的宝贝儿啊，现在你哥跟你二舅都不见了，舅妈着急，咱们改天再找狗行吗？报警吧。好。我这就打电话去。小张，需不需要再多拿几张相片啊？哦，有这两张就行了。你们先别着急，我回所里去，把他们俩的照片发到各个派出所，让各片区的民警啊，都留点心。放心吧，啊。
那就拜托你了。谢谢。老爷子，您客气了，职责所在，职责所在。好了，你们留步，有消息立即通知你们。好好好，那辛苦你了。再见。哎，好，再见。再见。你慢点啊，小张。好嘞。起来了。几点了？不知道，但是天亮了。爸爸，爸爸。哎呀，让我再歇会儿，昨天跑得太累了。嗯。爸爸，快起来吧，咱们该回家了。嗯，咱们出发吧。你们跟紧我，不要走丢了。嘿，你干嘛？过马路啊。不能乱走，你忘了，你们现在是狗。哦。你们跟我来。方向错了。跟着我，一定把你们带回家。我们都走了好久好久了，你怎么带路的？我们家没那么远。我们必须绕开繁华的市区，走外围，绕过去，这样安全。啊！走吧，儿子。昨天在街上，咱们差点被车撞了，你这么快就忘了？那还要走多久啊？傍晚之前就能到。啊！保持速度，不然天黑都到不了。早知道我就不说谎了，妈妈问我的时候，我就该告诉她，我爸因为撒谎变成狗了。有钱难买早知道。你那是为了保护你的父亲，对吗？我当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我特别害怕，我爸爸就那样一下子变了。我怕再也见不到他了。儿子，其实爸爸不应该说谎，如果爸爸不说谎，你也不会变成这样。爸爸，您跟那个黄老板说了什么了呀？没说两句您就变了。我当时确实不好办。我就弄不明白，你们人为什么会说谎？说谎有意思吗？哎呀，没意思，特别没意思。那为什么还要撒谎？他们大人都那样。没办法，生活所迫呀。哎，继续赶路吧。笑笑，阿婶，您刚从派出所回来，现在去也没有用啊。笑笑，笑笑，是哪儿去了？我先看会儿书。我这心里憋得慌。阿婶，警察肯定能找到他们的。太逗了。别说话，笑笑，屋子里有动静。笑笑。哦。
我以为是笑笑回来了。笑笑上哪儿去了？昨天你看见笑笑了吗？没有，昨天一大早我就出去了。哦，对，你去见老朋友。笑笑怎么了？笑笑和二叔都不见了。什么？不见了？你看二婶着急的。不行，我还得去趟派出所。您刚从那儿回来呀？我去派出所守着，心里踏实点儿。终于到了，快看呐，黑虎，那就是我们家。把你们安全送到家，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谢谢你，黑虎。黑虎，到家里坐会儿吧，走了一天也累了，吃点东西吧。哎呦，这谁家的小狗啊？妈妈，是我，妈妈，是我，我是笑笑呀。妈妈，妈妈，是我，我是笑笑。这就是昨天在咱们家的小狗。是不是迷路了？妈妈，是我，我是笑笑，您认不出我了。妈妈，妈妈，小宠哥，你快把我变回去吧，我妈妈都不认识我了。是不是认不出你们了？小慧啊，你给他弄点吃的，我去派出所。妈妈，您别走，我回来了。妈妈，您别走啊。妈妈。小狗狗饿了吧？走，姐姐带你吃东西去啊。好，再见，再见。哎，别跑啊。这小狗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了？没什么。进屋去，别再走丢一个。爸爸，我妈妈不认识我了。爸爸，我妈妈会不会永远都不认识我了？怎么会呢？笑笑，你知道是我？我当然知道，你们怎么？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妈妈？你妈又不知道，我怕那么一说，把她给惊着。小宠哥，你快想想办法把我们给变回去。没办法。你怎么，你给的药丸怎么能没解药呢？你别着急。来来来，咱们去那边说。你快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很简单，48小时后就能变回来。太好了。但是这期间绝对不能再说谎。每多说一次，变回来的时间就会往后推迟48小时。放心吧，我再也不会说谎了。经历了这一遭，谁还敢呢？那就好，走吧，咱们回家。回家喽。回家以后要想想怎么样跟他们解释，别吓住家里人。对对对。等一下。怎么了，黑虎？爸爸。回家了。我现在还不想回去。为什么？我不想让家里人看见我们变成这个样子。我是因为说谎才变成这样的，这事要让家里人知道多丢人了。我想还是等明天变回原来的样子，到时候再回家。到现在您还顾及自己的面子，家里人都快急疯了。我知道，可是我也不能就这样回去啊。要么你先回去，就说我带笑笑出去了，你也见着我们了，让他们别担心。到现在您还说谎啊？不是我说，是让你说。
您不能这样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已经知道错了，以后肯定改，但我不想让家里人看到我变成这样子，要让小慧替替知道了，以后我这长辈的形象往哪儿搁呀？可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啊。有黑虎在没问题，我觉得你们还是回家吧。是啊，爸爸，你把野猫给忘了。总之现在这个样子我是不会回去的。那好吧，我陪您。真拿你们没办法。我就在这儿待着，等到明天。不行，这里不安全。附近有没有比较隐秘的地方？没有吧？有。跟我来。这是，走吧，这是孩子们的秘密乐园。你们是怎么发现这儿的？秘密。挺好的地方。行了，我们就在这儿待到明天。那我回去了，你们注意安全啊。知道了。等一下，能不能给我们送点吃的来？黑虎，这饺子味道还好吧？好吃，真好吃。那样不对。不对。得，黑虎，你别这样。来，我教你。好了，喝吧。这样喝。对了，黑虎，再来点饼干吧。啊。小白，你说这次老大会被狗贩子修理吗？别提了，他被修理，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哎，这是何苦呢？咱们也别唉声叹气了，快点找一只流浪狗才是正事儿，都一天没吃东西了。我就不明白，用找流浪狗的时间来找吃的，咱们也不会挨饿。你小声点儿，老大要知道你这么说，咱们都得倒霉。我们可以自己找吃的，何必非要去拿流浪狗换猫粮呢？哎，还不是因为老大吃习惯了。可我们猫狗之间先前是有互不侵犯协议的。停。牛奶那个方向，今晚不愁了。牛奶，别牛奶了，你看，是昨天跑了的那两只，还有黑虎。对呀，怎么办呢？有黑虎在，咱们硬拼可能不行。干脆我回去通知老大，你们在这守着，别被他们发现了。知道了，快去吧。喵。小朋友们，我们在答应别人事情之前，一定要先考虑清楚才行哦。只有考虑清楚答应了，就不可以后悔。大家记住了吗？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下次再见。
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那你应该你们的脸没事那就上去没有那么激动了嘛这些需要接不了那等一下上去没那么简单呢那么给铁度就把七层把四米间把绿太阳提醒七层来让你们他的就把大概没有那么太阳提醒先送不到了亚塞城就是不清不能给没有那么简单呢那那么给硬的那么给他的确一硬的硬吧加起吧去送草吧塞米些吧听记住吧他爹的不就要明白今天就是呢他的当然处理啊你记清不当然就记当给啊明天西北里啊那么长他也不也不明白西北山就是森林啊那么长他也不这个森森中给我们不去要的了这当个就是心中想的他这个声音这个马的声音他说你就帮我想要的要了吧那这当个心想的这里呢就说他多少年前一年扎都我也前年前一年扎都他看到了呀这个那么长他也不如去用的要的提哪里讲那这心里哪里讲